瘦的时候在我心里，后来胖了就在里面卡着出不来了。我瘦了会不会被何不醉打？你干嘛啊？觉得你可爱。感情这种东西，他爱一个人，能把他当成全世界。谢谢你，不醉。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。谢谢陆先生能给我这个机会，保护这个外表看起来很强大，但内心却很脆弱的陆微寻。微寻，有你真好。还不想干嘛呢。